它这个应该是有吧，它是里面有那个 storage。internal storage。对呀、啊，里面有 storage。那还蛮好的。对。那么它这个眼镜是怎么拉的呢 ？OK， 这眼镜这里你看到吗？这个有个 W 跟 T， 你用这个手。哦、OK。用这个手。对。OK。对，这个手不方便，有时候怕掉的。不怕掉吧？对。你要很熟悉了吧？但你在这看吗？对。太大。所以有空我想出去，正好外面去玩的时候可以那个。嗯，像你的梦想。说一话吧。啊，现在对，听一下它这个到底声音怎么样？现在你可以把它调大、放大、放小，是吧？对。